欢迎收看107年12月22号的港都新闻，我是罗少君。新闻首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12月25日将进行新旧市政团队交接，22日代理市长许立明召开任期内最后一次市政会议，27位局处首长齐聚一堂，也拍下毕业照，场面温馨，充满厘清气氛。准高雄市长韩国瑜即将就职，高雄邮局特别商情授权 Q 版市长商标制作个人化邮票套组，总共11000份，将在就职典礼当天贩卖。尤其一打开，还会唱出《夜袭》这首歌曲，增添纪念套票收藏意义。尽管冬至天气热到爆，还是不减民众吃汤圆的好心情。高雄市三凤中街2间卖汤圆的老店，一早客人就大排长龙，比平时多了好几倍。尽管业者忙得不可开交，还是尽量满足民众冬至吃汤圆的小确幸。由代理市长许立明率领的市府团队即将在25日进行新就任市政团队的交接，22号是举行任内最后一次的市政会议，27位局处首长齐聚一堂，针对媒体爆出的人事异动、民政局长遭到检举挪用公款，以及唯一留任原职的地震局长等议题，市府方面也分别做出了回应。高雄市府团队即将在25号交棒，代理市长许立明22号举行任内最后一次市政会议。许立明除了一一跟首长们道别，也颁发奖牌，感谢他们长久以来的认真付出。市政会议后，市府安排局处首长在大门口拍下毕业合照，彼此珍重再见。下一个哦，来，三、二、一。只是毕业前夕，媒体爆料市府抢在人事权冻结前一周调整人事，其中一波在11月1日生效的各区区长、主秘等共11人的调动引起外界抨击。对此，市府人事处也做出说明：业务的一个考量，那所有的这个人事的安排都是符合公务人员任用法的一个相关规定。所以没有任何的一个不法。公告名单后2周又下架，并说是个资法无法提供给媒体资料。对此，人事处表示市场误会。我们上架的一个资料哈，它是有期限的啊，有期间的哈。那下架了以后哈，那我们问相关的一个国发会的一个有关这个各资的一个主管机关，他认为就是说资料下架了以后哈。那整个这个相关的一个资料都要回复到个资法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规定。除了人事异动遭到质疑，市府民政局长江乃谦也遭检举挪用民政局代管的台电回馈金，用来购置酒类自用或送人。对此，江乃谦觉得很无奈。我们一切都是依法办理，然后都是依法签证，并没有什么挪用的一个问题。那一切都有签合计划。那也没有说回馈金，并没有说不能买酒这件事情。所以我想，我们都是一切依法。新旧团队即将办理交接，准高雄市长韩国瑜公布的小内阁名单，其中地震局长黄敬雄是唯一获得韩国瑜青睐、确定留任的局处首长。对此，黄敬雄感谢韩市长的肯定，也强调会继续努力推动地震事务。港都新闻综合报道。高雄历史文化丰富，该怎么妥善保存与地方居民共存共荣，受到高雄公民文化行动联盟关注。22号在高雄盐城一家旅社举办高雄文化市政论坛，并与张丰腾、吴益政2位议员合作，讨论如何进一步将公民参与制度化。新政府上任在即，该怎么让公民的声音被听见，受到高雄公民文化行动联盟关注。22号在高雄盐城一家旅社举办高雄文化政策论坛，并与张丰腾、吴益政2位议员合作，讨论如何进一步将公民参与制度化。
本来一开始很重视，后来变傲慢了，变不重视的，但是那个养分已经存在了，所以在这几年大家对这个高雄的公民议题非常活跃，而且主见主张都很成熟，那所以说我们希望新的政府试着他对原来的高雄市政没那么了解，反而透过公民文化论坛 的他们讨论的内容跟或结论，他可以最短的时间内就可以 catch 到整个高雄市的问题。高雄历史发展文化底蕴深厚，公民团体联盟以在地出发为地方发声，过去一年都采公民审议的方式，针对高雄文化艺术政策、眷村文化保存及大林埔迁村争议提出相关政策诉求。那我们团队虽然我们是全国性的团队，可是其实我们擅长的就是做社会沟通这一块，所以我们来不是说要好像去取代或是怎么样这些在地的公民团体，或是觉得在地公民团体有不足之类的，我们来是想要协助，看能不能再让议题再往前一点点。这本民间版的大林埔愿景计划书，就是公民团体会诊地方民众心声，一一把诉求条列完整化最好的示范。真的有在地的居民，而且是涵盖两方不同意见的居民都一起来一起对话，那到最后产出了我们的大林埔的这个愿景工作坊的报告，然后我们还把它写成愿景计划书，就是希望说不管签与不签，我们在同一艘船上，我们应该一起来面对，一起来想方设法。大林埔迁村与否迫在眉睫，反对赞成声浪各有各的坚持，或许结果未能尽如人意，却能透过公民团体参与监督市府推动政策，不至于一意孤行，朝向良好宜居城市更进一步。港都新闻李嘉龙、罗少君再报道。庆祝新任市长韩国瑜就职典礼，高雄邮局特别商请授权 Q 版市长商标制作韩国瑜个人化的邮票套组，共11000份，将在就职典礼当天来贩卖。设计主轴呢，包含了爱情摩天轮、香肠瀑布、寒冰等意象，都相当可爱。更特别的是，一打开还会唱出《夜袭》这首歌曲，增添纪念套票的收藏意义。以爱情摩天轮、香肠瀑布，人进得来，东西卖得出去，高雄发大财，还有问世间情为何物等主轴所设计的韩国瑜个人化邮票套组，将在市长就职的当天发售贩卖。12月25号当天才能发售，因为这个邮戳是盖那一天的25号。那么这套邮票呢，除了它是就职纪念的邮票之外，大家可以看到是爱你10000年这样的造型。那同时里头还有爱情摩天轮，它是会转的爱情摩天轮。然后每一张邮票呢，有各地的特色之外，也有高雄的邮票。负责设计发行的高雄邮局表示，每一次的高雄市长交接典礼都会发行个人化的邮票套组，但这一次在时间上的关系，只能够发行11000套。过去每一次的高雄市长的交接典礼，高雄邮局都会发行个人化邮票。我们内容的铺陈是以韩市长在竞选期间，他有发表过一些政见、一些看法、一些口号，来作为我们这次个人化邮票设计的主轴。特别的是，这一次的套票一打开就会唱出《夜袭》这首歌曲，完全呈现了选战时的重点记录。大家很熟悉的夜袭，这是来自于邮局真正的创意了。因为当初邮局来找我们授权 Q 版的肖像，他是说因为很有纪念价值，那他希望说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不一样的很 Q 版的个人化的邮票，也作为就职纪念。限量11000组的韩国瑜个人化邮票，每一套上面都拥有自己的编号，而高雄邮局表示这一次卖完就不会再增加。而为了帮助弱势，高雄邮局也会将10%的收入捐赠给财团法人中华基督教的卫理公会，让这一次的就职典礼邮票更具意义。在这11000组里面，我们提拨了部分，也就是说10%，我们会做义卖。那义卖这个金额呢，我们会提供给偏乡的学童跟一些弱势团体来使用。那售完为止就没。港都新闻综合报道。
今年冬至好暖和，各地都是晴朗的好天气，白天高温更是上看30度。不过这么温暖，还是不减民众吃汤圆的好心情。来到高雄，这间分别卖咸甜汤圆的老店，老板都说一个早上汤圆销量就比平常多了3-4倍，忙到不可开交。就是因为民众都想在冬至这天感受佳节的幸福气氛。今年冬至好暖和，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南部高温更上看31度，这么温暖却不减民众吃汤圆的好兴致。来到三凤中街，一家飘香70年的咸汤圆店，店里高朋满座，店外也有许多人在排队，老板一家三代忙得不可开交，就是因为汤圆销量比平常多了3-4倍。今天是冬至啊，因为冬至的关系，所以我们汤圆的生意都很好，除了有来这边店里吃的，还有买回去煮的，就前几天就开始忙了。冬至啊，冬至来买鱼啊，吃鱼啊，吃咸鱼啊。你买几颗啊？买3颗啊。啊，想到买这么多。来到另一家位在市场里的甜品店，长长的排队人龙还延伸到隔壁摊位。这家甜汤圆店有红豆和花生两种汤底，当天现包的小汤圆十分 Q 弹。遇上冬至，销量暴增，还有数十家公司来下订单，光是一个早上就卖出上千碗。今天冬至客人比较多嘛，都好几倍嘛。我早上起来忙到现在还没有做完呢、啊。早上几点起来？4点多冬至起来了，节庆吧，就是想说凑一下那个热闹，就来买了。已经很久了嘛，啊，我们每年我们都要祭祖嘛，我们就来买回家拜拜。今天是冬至嘛。俗话说，冬至大如年，汤圆不只象征团圆，也有祈求凡事圆满的意思。在冬至这天，观众朋友不妨也来碗汤圆，感受佳节的幸福气氛，暖胃又暖心。港都新闻张世明、萧亚欣采访报道。继续感受冬至气氛，三民第二户政事务所很窝心哦，一大早就备好热腾腾的汤圆提供给洽公民众，不少人吃到这料好味美的汤圆都开心喊赞。另外，随着耶诞脚步接近，洽公布置呢也洋溢着耶诞气氛。三民二户政更推出2019天长地久婚约专案，送出限定好礼，欢迎新人预约明年元旦结婚。今天是刚好是冬至，那一杯小小的汤圆，祝福你们全家圆圆满满，幸福一整年。好，谢谢。送上一碗热腾腾的甜汤圆，洽公民众开心表情洋溢在脸上，大吃一口更是满足到不行。真的很窝心，而且甜甜的汤圆吃了真的很温暖，谢谢。原来这是三民第二户政事务所在冬至这一天特别准备好的幸福汤圆，一大早同仁跟志工将汤圆摆在洽公区，料好味美的汤圆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配合今天的冬至，又是礼拜六上班日，大家可能会比较没有精神一点，所以我们想用这样的方式带给大家满满的正能量，让大家上班有一点精神，也让民众感受到公部门的温暖。我们的汤圆是由我们的同仁跟志工妈妈共同去熬制的，然后料的部分呢都是自己去熬煮的，非常的健康美味。真的太开心了，太窝心了，哇，差好多哦！服务又好，然后又有汤圆可以吃，真的是差太多了，好棒哦！是，那今天吃冬至汤圆，这个料是不是很好吃啊？对啊，怎么这么会煮啊？煮得好好吃哦，有回家的感觉。这个汤圆人团圆呐、啊，哎呀，冬至一家亲，对呀、啊，好感恩哦，嘿，对。除了汤圆好吃外，仔细看看三民第二户政事务所的办公室，不论是耶诞袜或是圣诞红，里里外外摆满一大堆吊饰，充满耶诞过节的气氛。圣诞节，我们户政三民二第二户政这边布置的，让我感觉到圣诞节的气氛。然后有一种每次来值班就觉得心情很愉快。嗯，是，那连来这边洽公的民众也觉得好像感染到这个耶诞的气氛。对，我们也感染到他们的喜悦。冬至吃汤圆，欢乐迎耶诞之外，还推出了2019天长地久结婚专案，
新人只要到三民第二户政事务所办理结婚登记，并且指定明年元旦结婚生效，就能获得早生快、双喜杯等限定好礼。今年我们推出的是2019天长地久的新婚专案，那只要您在当天预约当天生效结婚，或者是当天预约登记的话，我们都会送有三大好礼。第一个是我们的早生筷，它是用燕巢的枣汁做成的筷子哦。那另外还有我们的双喜杯垫及喜糖，那祝福我们所有的新人能够天长地久、幸福美满。三民第二户政事务所的用心，让恰公民众就甘心。尽管今年冬至少了寒意，但吃上一碗充满幸福滋味的汤圆，还是甜在嘴里，暖在心里。港都新闻王思武、林庭阳采访报道。国立高雄科技大学15号举行第14届抗震大作战，今年共有来自全国31所高中职校、139支队伍参赛。除了延续往年比赛规则，今年新增使用剪力墙和斜撑作为制震元件，希望透过比赛激发学生的创意。另外，桥梁变项目今年竞争也相当激烈，带你一块来看看。掀开红布条，抗震平台亮相，2018高科大抗震大作战正式登场。今年共集结全台31所高中职校、139支队伍参赛。不同以往，除了沿用去年的质量小球和橡皮筋制震元件外，也鼓励学生使用剪力墙和斜撑作为制震元件。今年的主轴就是高科大课震。那我们基本上跟去年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除了质量小球跟橡皮筋之外，我们还多了这个剪力墙跟斜撑可以使用，让同学们发挥创意，寓教于乐，把这个防震的概念融入这个比赛之中。今年比赛难度提升，真实还原地震时的状况。只见抗震平台上下左右不停摇晃，随着震度越来越强烈，有的模型一声倒下，有的稳如泰山，不受强震影响，竞争十分激烈。去年是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六名跟第七名，是看到很多好手，还有很多学弟妹带队了，我们还是会紧张啊，所以现在压力其实蛮大的。去年其实我做过，其实还好，期待当然是继续得奖啊，所以比赛一定就是要得奖。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呢，就是常常会有，他们要学很多力学、很多设计，可是呢，他们不知道说，今天来讲，他们设计的东西对地震来说会怎么样？那可是你借由这个模型的建立呢，他一看就知道说，哇。原来我在这个结构体系里面加一个什么东西呢，它对整个耐震的影响，它就看得非常清楚。好，所以它可以做中学，而且把那个抽象的学的概念呢，把它具体化。同样也是抗震大作战比赛项目之一，桥梁变活动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参赛同学重视。今年共有16所高中职校参赛。只见比赛一开始，参赛同学三步并两步直奔超商，商量如何妥善运用500元购买搭建桥梁所需的食材。不论是用白玉萝卜当作桥墩，或是挑选蒜苗面包作为桥面，参赛同学利用有限经费购买组装桥梁所需的食材，分秒必争。买完了食材，赶紧回到比赛会场组装桥梁。只见同学们摇身一变成了大厨，不是用心雕刻食材，就是小心翼翼将食材组装成为桥梁的一部分。过程中发挥创意巧思，到了验收时刻，同学表现令人叹为观止。非常的漂亮，而且呢又可以做出很明显的，是这样过去还是那样过去，就很明显的正向和逆向，而且就又非常的好用。主要的设计理念是要有创新创意，然后如果你仔细看我们的桥面板的话，我们是用水帘还有通心面串起来的，这象征着我们心人与人心连结的一个象征。16组参赛同学将桥梁耐震结构的知识生活化，运用随手可及的食材组装成一座又一座具有特色的桥梁，表现优异，连评审都大为称赞。今年来讲的话，有学校他就很重视他们的口条，他们在整个结构设计的过程里面，他们在讲解会让评审知道他要做什么，那这也是一个训练，因为毕竟我们拿一个工程的话，也要跟一些评审做简报，
那是训练他们的一个表达能力等等。那第二个是他们在简报的过程里面会说到一些专业的名词，比如说一些钢索啦，一些张力啦，或者是一些柱子的支撑啊等等的。那这一些再透过这个活动能够让他们对结构行为更清楚。经过激烈竞争，最后由中正高工又与卤肉饭队获得最佳解说奖。其实蛮意外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每个学校大家做的东西都出乎我们意料，都做得非常好。我们是前一个礼拜才开始。我们前一个礼拜才开始去买材料，开始自己去摸索，去看哪一些材料会比较适合使用。然后也感谢中正高工，我们学校让我们可以有这个机会出来比赛。南大附中桥梁Ben队获得最佳经济奖，至于创意奖由高雄高工夺下，同学一时之间喜极而泣。应该不可能得奖吧？最后讲完之后，没想到，然后刚刚在那边我又哭了一遍，因为我觉得，对，我就觉得说没有得奖，对不起我的组员们，可是。高科大抗震比赛今年上百组参赛队伍，经过一番作对厮杀，最后由南大附中神仙下凡来助阵队，连闯多关获得冠军。其余二三名分别由南大附中精益求精队及海清工商阵阵队夺下。超高兴啊，因为我们努力了很久，那每个人都在熬夜做事情，那我们作品也是昨天前一天，然后做到凌晨才完成的，然后到现场快比赛的时候又加了一些东西。那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种大比赛，所以就是有点就是不知道要做什么，就只能这样走下去，顺其自然。然后是得到这个真的是非常幸运。另外今年也增加实际沙盒展览，将 3D 可视化应用程序与沙箱展示相结合，透过塑造真实沙子创造地形模型，通过高层颜色图、地形轮廓线和模拟水的即时情况，这套系统不仅可广泛运用在地理环境科学、地质和水利工程，也有利于防灾科技的传播。港都新闻综合报道。高雄一名女子好端端的才刚停好机车，竟然就被歹徒从后方抢走包包，吓得花容失色。三名二警分局接获报案，随即成立专案小组。不过这名歹徒相当狡猾，一发现遭警方锁定，就四处逃跑，投靠朋友。最后警方是在彰化园林将人逮捕到案，他坦承是因为缺钱买毒才会铤而走险。警方团团包围，把男子压制在地，这下抢匪插翅也难飞。三名二分局警方成立专案小组，从高雄追到彰化园林，终于抓到这名在高雄犯下抢夺案的男子，并当场查扣一级毒品安非他命。安非他命，来，你开镜往看，系伫底？来啊，系伫底？你看，你家己记出来。那我们一直锁定这位犯嫌呢，他的行迹。那他也深知我们警方一些查缉的动作，那期间他不断的更换他的住处，以及他的使用的交通工具，那我们巡线最后在彰化市园林市彰化县园林市园林东路趁他在要用餐之际我们一举把他给逮捕。案发当时，被害女子才刚停好机车，就遭歹徒从后方抢走包包，得手新台币5000元及两只手机，随即快速骑乘机车逃逸。如此铤而走险，无非是为了买毒结瘾。犯案的手法都是以窃盗为多了，那这次可能需要钱非常的急所以才会动了脑筋。想要用行抢方式比较快。经警方调查，这名73年次的张姓犯嫌，只要犯案就会迅速藏匿，投靠朋友，行迹相当狡猾。所幸警方不分日夜群策群力，积极侦办，就算逃到彰化，也还是栽在高雄泼历史大人手里。港都新闻李嘉龙、罗少君采访报道。接下来提供给您最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
继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预测。高雄、台南、屏东地区多云，气温21到30度。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多云，气温20到28度。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阴时多云有雨，气温18到24度。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阴时多云有雨，气温14到27度。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福观众朋友平安顺心，我是罗少君，我们下次再会。